るって言われて。いや、元気とかなん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 Jelly 的直播间。现在我人在日本，特地飞过来，因为在这里有这个新款的 Alpha Wellfire， 难得，真的非常的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得到这个全新款的 Alpha， 还有 Wellfire 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因为之前我在日本这里的伙伴跟我说真的很辛苦，可以接得到车，因为暂时这个 Alpha 跟 Wellfire 也非常的辛苦找得到 demo 车给大家看。所以当我收到消息香川这里有这一个丰田的所有车款的一个展览，所以我就特地 last minute 那样就飞了过来这里。等下我慢慢给大家看一看新款的 Wellfire，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的内置。进来的朋友请帮忙忙，赶快把这个 broadcast 这个 live share 出去好不好？我现在看到线上有辉龙，下午好，国宏，下午好 ，BK Lin，Hello Chris Choi， 下午好 ，FS Wong，King Dan，Elvis 苏清义。Jacky TC， 下午好 ，Eric Wong， 来给大家看一看哦，慢慢来哦。怎么样？新款的 Wellfire， 还有 Alpha， 我等下会告诉大家哈，其实到底现在你们看到白色的这一款，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款式，然后再给大家进去车里面看一看，好不好？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白色这一台，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Jack 的版本，它是这个 Alpha Jack 的版本来的哈，然后 Jack 的版本跟隔壁那台 Wellfire。Wellfire 这一次出的款式真的是非常的高配，因为它的标配 Standard Package 就已经是有了这个 Head Up Display 了，而且如果是这一个 Wellfire 和这一个 Alpha 价格来比较的话，新车 Wellfire 它会比 Alpha 来得贵 OK， 然后还有的就是Wellfire 跟这个 Alpha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到 Alpha 基本上它的定位就是比较属于斯文大方，就是比较 executive， 而且它是没有 turbo 的、哦、它的引擎是没有 turbo 的引擎。那么如果是隔壁黑色那台 Wellfire 的话，它就是 2.4， 它搭配的引擎是 2.4 涡轮增压的引擎，也就是现在新款的那种 NS350 2.4 的引擎。来，进来的朋友请帮忙再分享哦。然后等下我会给大家看一看其他，还有日本这里这个丰田的日本车款也会给大家看一看哦。我们首先今天的主角就是 Alpha Wellfire。我有看到 Kevin 问 Jelly 帅哥下午好，现在在哪里？现在在日本，我人在日本这里 Kevin、哦、来再跟我分享、哦、然后我就会给大家看一看它里面那个 Alpha 它里面的车的内装 OK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基本上现在的这个 Alpha这个是 Jack 的版本，Jack 的版本你看它的这个轮圈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它没有很大的
的区别，基本上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整个车头，车头灯改了，然后还有它的中网，整个车头不一样。可是有些朋友跟我说，嘿，这个 Alpha 看下去好像那个 facelift 的版本，就不像新款哦。其实它里面也有改了很多东西了，我慢慢再给大家看。我听说这一个 Alpha 这一个旁边这一个四季是标不是标配，就是 optional 来的。 OK， 然后还有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个脚踏板，这个脚踏板它是 optional， 就是这个脚踏板哦，这个是 optional 来的。 OK，然后来在后尾这里，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之前在日本这里有开过 live 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在日本这里有跟大家说的，就是那个 Voxy 跟 Nova 它有出了一个新款的一个设计，就是旁边这里可以按一个 button 去开的，现在这个新款的 Alpha Wildfire 它有了。所以之前我的影片我和大家说的就是连 Alpha Wildfire 没有的设计 Nova Voxy 也有，可是现在我不能够这样子说了，因为为什么现在新款的 Alpha Wildfire 已经是有这个功能、哦、它其实就是在这里旁边有一个按钮、哦、我们也可以关或者是开的，比如讲我再按一按它就会自动关起来啊。这个就是新款的 Alpha，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里面。很多人，因为其实昨天我也有来，昨天我一下飞机过后我第一个时间来到就有过来看，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人，可是今天相比昨天其实是多了一倍人数，所以我们慢慢来，先给人家看了，我们再慢慢给大家看看那里面好不好。好、哦、再跟大家说多一次，这一款 Alpha 大家看到的这款 Alpha 白色的，它是属于一个 Jack 的版本、哦、是一个 Jack 的版本。 OK， 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里面的氛围灯，可是这一台车它没有三度，因为三度是配置 option 的。 OK，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门，可以看得到它的门板这里跟之前的 Alpha 已经是很大的区别了，看到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 trimming 这种东西都是比较高贵豪华哦，而且它里面是全皮的，就好像 SC 那种 SC 它也是这个全中间有个 console box， 而且你看中台这里中控，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这一个monitor， 它的 monitor 真的改得非常大了。还有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一个方向盘也有不一样的、哦、它方向盘就好像有木纹那样，看下去就真的豪华高贵很多。 OK， 甚至乎你看它的这个 dashboard 这里也有车线、哦、可是这一台它没有 head up display 哦，这一台它没有 head up display，可是 Wildfire 的话就有 head-up display、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它的氛围灯。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一种 SC 的版本、哦、SC 的版本，这个是那个 cup holder。真的豪华高贵很多了，跟之前来做比较。还有
还有一个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款新款的这个 Alpha Wellfire 基本上跟之前的版本来做比较的话，它是长了5cm， 就是它的宽度是一样，可是长度的话它是长了50mm， OK， 也就是说比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公司所卖着的那个旧款是长了5cm， OK。 好，现在很明显在这里哦，我看到的就是在这里所有人看坐车的都是会看这个 Wellfire 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 Wellfire 它的定位就是一台非常动感非常有活力的一台 MPV。 而且也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个 Alpha 它跟这个 Wellfire 的价格是贵了100多万、哦、就是说如果你要买这个 Wellfire 的话，它是690多万 OK， 所以是一共多了100多万 OK。 可是我给大家看它多100多万，这是平面车、哦、可以看得到它的轮圈就比较漂亮，路板在东京哪里，我不是在东京、啊、我在乡村日本塔加瓦的一个地方、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很明显你看很多人都在就是喜欢看的都是这个 Wellfire， 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就是可以把这个有机会看得到这个 Wellfire 和 Alpha 两台车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之前我这里日本的dealer也跟我说真的要跟我从德罗大借车的话也非常的困难、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哦，看到吗？这个 dashboard 上面这一个就是 head-up display， 就是说 head-up display 已经是配备了了。就是说现在的 Wellfire 新款，如果你一买的话，它就已经是有了这一个 head-up display， OK。这个脚踏板记得吗？脚踏板是 option 的。我们先给人家看了之后，我们才再给大家看哈。来，我们再过个壁。这一车的Wellfire， 你看它的这个山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是旁边打直的，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哦、跟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山路 moon roof 有很大的区别。而且你看它这里也是有好多的那种，你看中间这个位置这里有很多那种 button， 因为它是可以安火旁边的那个山穴、哦，这个把灯也是旁边的山，那个山穴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山路 OK。 然后这里它还有这个放梯树的梯树 box， 我等下我进去车里面哦。我们先给人家看了先哦，然后我才进去里面。OK， 这个我听说是 option 的，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台车来到都有，我要再
做一做功课，拿更多的资料。旁边的门板这里跟 Alpha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 OK， 然后方向盘也是没有什么的区别、哦、然后这里中间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它整台车真的是比较 sporty，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得到那种车很 sporty 的话可能它就没有那么高贵，可是这一台 Hellfire 它现在的设计是做到非常的高贵和运动型，有些人说霸气。来，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座椅也是有这种车线、哦、也是有这种车线，然后中间的 gear knob 已经是换了，就是你要进牙打牙的时候你是按推下来、哦、就不像以前那样、哦、现在这个设计我觉得美很多 OK。 然后中间这里有这个储存东西的储存空间 OK， 我等一下再进去里面啊，给你们看是非常舒服的。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坐在里面的那个，它的冷气是在这里操控，然后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到 slide shift OK， 这个是那个 power door 的 OK， 这个是 roof shift， 所以从所有都是在这个车顶上面这里去操控的、哦、这个是 T2 box，这是真的是天窗。这一个赛事就是 control 了之后去控制这一个赛事 OK， 这个赛事。然后 roof shade 的话我就 control 这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哦、可以开得到的、哦、有朋友说要看他的引擎，我现在打开那个引擎给大家看好不好？没有，真的美，坦白说我觉得真的美。我打开那个引擎给大家看，第一次打开。2.4涡轮增压引擎，没什么特别，简简单单哈。Hellfire的引擎，日本人买来用一年过后再卖来马来西亚还赚钱，对的，吉米票，你说的对。所以基本上这台车，如果现在你买了之后，在日本，如果你有本事哈、哦，买得到。哦，拿来以原价的价格买回来，然后你开一年之后，明年你放上 option 号去卖，肯定赚钱。我相信这台车将会炒到很高。啊，还有它有这个流水灯。
这个灯没有。还有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哦，现在就算你有钱要买的话，丰田Toyota已经是说暂时不收定金哦，就是你要给 booking 要买车，因为我叫我的日本这里的团队哦，叫我们的合作伙伴帮我订一台新车，如果能够以原价买得到的话，放一年在日本这里的车库放一年，明年买回去马来西亚，我也肯定可以赚钱。可是最后得带来的结果就是，现在Toyota说不可，他们不收定金了哈、哦，他们暂时是不收定金。其实也挺可怜这里日本人，就是他们那种 salesman 啊，Toyota的 salesman 啊，难得一台可以赚钱的车，结果现在反而没有车。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他们Toyota日本这里暂时做的量会比较多的，将会是 Alpha 这一个款，哦，应该是70% Alpha， 然后30% 是 Wildfire， 这个是我收到的消息，因为现在这个款是比较便宜，哦 ，Wildfire 的话就会比较贵。哦，所以暂时现在Toyota日本这里，他们将会把就是先去 focus 在这一个 Alpha 的这一个版本先哦。还有没有？我看到很多，这辆已经叫了 Modelisaki Vincent， 但你问的问题是还没有的哈。哦，两台车都还没有加 Modelisa Kit 的、哦、可以看得到这个 Alpha 是完全没有加 Modelisa Kit 的 OK， 是完全没有加 Modelisa Kit 的，这个也不是 Modelisa Kit 来的、哦、这个是 Wildfire Premium Jack 的版本。基本上现在如果马来西亚改车要买 Wildfire 的话，就只有这一个 Premium Jack 版本，因为马来西亚人不喜欢 Hybrid， 所以就只有这一个款可以做选择。OK，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将来以后会不会推出这一个好像 Golden Eye 啊那种的版本哈、哦。我觉得我们再等一等哦，几年过后看一下它会不会再推出那种好像 Golden Eye 啊那种啊，或者 Alpha 的 Top Black 啊那种的版本哈。哦，来，再给大家看多一次后尾。Wildfire 是 Turbo 版本 ，Alpha 的话就没有 Turbo， 是普通的那个自然吸气引擎。如果是 Wildfire 的话，它就是涡轮增压，哈、哦。所以现在黑色你们看到的这一个版本是 Wildfire， 所以它是涡轮增压的 2.4 Turbo 的版本 OK， 然后白色的那一台就没有涡轮增压 OK。 大家怎么样？眼睛，嘿，我这个是第一次哦，我就是亲眼亲自的体会到这个新款的 Alpha Wildfire， 我一直还以为是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是接不到车。真的要谢谢这一次丰田在香川这里举办了这一个所有Toyota车型的展览。OK， Wildfire 日本卖多少钱？690多万，哦，起跳，还有 Executive Launch 就更贵。OK， 来再给大家看一看的就是GR Yaris， 这个 Coupen， 这个宝马跟 Toyota 合作哦生出来的 Supra， 还有这个是 Senta， 这台叫做 Senta 的版本。
两两都去哦。今天有500多人，是咯，谢谢你们，有500多人了。还有就是这一台Nova，新款的Nova，现在已经是可以进马来西亚了哈。之前我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也有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一台Nova OK， 也就是之前去年我在日本这里有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一个功能，现在新款的 Alpha Wildfire 也有了哦。之前的 Alpha Wildfire 就没有这个功能，而且这个是新款的 Voxy OK。对新款的 Nova 暂时来说会有一点贵，坦白说，因为马来西亚的 tax 太贵了。这个就是 Corolla 的 Touring 的版本，其实我蛮喜欢这一个版本的，因为这款车它是那种 Wagon 的版本，它是好像 Wagon 那样的版本，其实我觉得蛮喜欢。暂时我看还没有一台经过马来西亚，其实我有非常有兴趣想买一台回去做现货。哦，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款车哦，它是叫做 Corolla Touring OK。 那么还有的就是来再接下来的就是 Corolla Sport 咯， Corolla Sport 已经是有人进了啦、哦、马来西亚已经是有见到了 Corolla Sport 已经是有人进过了、哦、Yaris这个是 Yaris， 还有的就是这个叫做 Lumi 其实就是 Toyota Tank 跟 Lumi 是同一个两姐妹啊，就好像 Alpha Wildfire 那样。其实我们的苏龙最近也有进到这一种 Lumi、哦、它是跟 Tank 是同一个 segment 啊，只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车头有点分别。还有就是 GR86 还有这个就是新款的 Prius，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新款的 Prius 非常漂亮哦，有机会我觉得我会买一台回去做现货给你们，有机会看一看。没有看到 Senna 暂时没有 OK。 来，还有接下来就是这个 Toyota Crown， 这是新款的 Crown， 最新款的 Toyota Crown。 Toyota Crown 这个不用看了哈， Toyota Hilux Hilux Land Cruiser Prado OK， 然后 Corolla Cross 马来西亚也是有啊，那一台 Helio 我们有很多哈、哦、Helio 我们有很多的现货 OK， 这个已经看到腻了。这个马来西亚也是有，所以也不需要去看了哈、哦、这一台是 Corolla Cross。然后还有这一台就是 Yaris Cross， 基本上这里摆放在这里的都是热门版，哦，都是热门版。还有就是我是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一台 RAV4。这个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一台 SUV 来的 OK。 然后这一台给大家看一看，好像 Smart for Two 的那样的，叫做 C-Port。 看看哦，可以，我等一下再给你看哦，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个 C-Port 先。这个 C-Port 就好像那种 Smart for Two。这台车 Q 哦，这台车很 Q 哦。可爱いお猿さんの
没有 PowerPoint 要用手。C-Pod。这种车马来西亚应该没有机会看得到吧？哦。两个人坐刚刚好，好像那种 Smart for Two 那样。OK， 来，刚才有位朋友说要看 Cloud 是吗？来，给大家看一看 Toyota Cloud 的后尾。Toyota Cloud， 哎，我有一款旧款的 Toyota Cloud RS Advanced 版本在我收入。哦，我觉得现在的 Cloud 已经是不再像以前的 Cloud 了。Crown 它的定位是什么？是一台豪华的 luxury saloon，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里面，哇，这里也可以去调那个冷气，哦，或者是 FM 那种都可以去调的，哦，甚至付你安，然后开天窗，哦，然后椅子也有这个暖气、哦、然后还可以按这个 button 去调这个后尾这个上下。Clown。Cloud 是 2.0 的 2000cc、啊、而且它有分 Hybrid 或者是没有 Hybrid， 这是 Toyota Cloud。 这辆车还很新哦，你 PM 我们哦 Francis Corley， 我给你知道价格，因为暂时应该马来西亚还不能进到，因为这台车还很新，要超过一年之后马来西亚才可以进得到、啊，Cloud。 OK， 还有一台Aqua， 这是 Mirai， Mirai 是一台全电车来的，电车已经是成为现在的趋势了、哦、这个叫做 Mirai， 不可以开门，因为正在充电，所以我不开了，给大家开一看外面就算了。OK， 再给大家看到一次这个 Alpha Wildfire 哈，然后我就要走出去外面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还有一个 Hall 是这个 Lexus。 OK， 来再给大家看到一次外观，车头灯，新款的Jack 版本的 Toyota Alpha。 这个 Alpha 它没有天窗哦，天窗是配置哦。这个是 Wildfire Jack Premium。 Jack Premium 版本的 Wildfire，没有，坦白说真的很美哦，这个标法也非常非常的 sporty 哦。车尾，新进来的朋友再告诉大家哦，这个 Wildfire 它跟现在目前就是旧款的 Wildfire 的尺寸，它的宽度是一样，只是它的长度有增加了一个50mm， 就是5cm 的长度。OK， Alpha 也是一样。OK，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刚进来的朋友还没有看到的，就是我有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个按钮在这里。
案件在这里。六发言 ，nice 哦 ，nice 啊 ，nice。OK， 也是一样咯，这样来坐上了，这那个座位最后尾的第三排座椅，哈、哦。氛围灯。也是流水灯的 signal。会走。Roof monitor 这台没有 ，Roof monitor 是 optional，OK， 是 optional。对对对，云盛，我也是跟你有同感，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觉得肯定会比较喜欢 Velfire。Velfire 这一次它的销量肯定会比 Alpha 好。Steven N， 这车天窗左右开，对对对，来我给大家看它的天窗哈、哦，跟之前的天窗已经是很大的区别了。有人在里面哈、哦，我等一下给大家看。哦，这台没有天窗，隔壁那台才有天窗，所以天窗，哦，有天窗，它该了，该了。好、哦，在这里天窗，给大家看一看。老板，你买了什么颜色？我买不到啊，我也想买啊，但是我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三台哦。我希望啊、哦，我希望有一台2.4涡轮增压引擎。Fire. OK， 好了，我现在再带大家去怎么样 ？Alpha 美还是 Velfire 美？谁要下单的朋友，现在马上下单。有钱也买不到，真的，坦白说，因为暂时朵尔大日本这里说他们是不收订单，哦，暂时了，因为他们的手上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订单了，所以暂时。是不收订单哦，来，我现在去另外一个货给大家看一看的，就是明年进到来估计600千倒不如你买马来西亚的版本，马来西亚也有出，可是马来西亚的 Velfire 就没有 Turbo， 如果是日本的版本，它就有 Turbo， 因为马来西亚它调转来，把这一个 Velfire 日本这里。有 turbo， 它就放去 NA， 2.5 NA。如果你买马来西亚版本哦 ，UNW 的这个 Alpha 的话，就有 turbo。OK， 现在我们进来这里，这个是 Lexus 的展示厅，这里可以看得到所有 Lexus 的车款。来，我们先给人家看一看哈、哦。RZ450， 这个是 Lexus 的 EV 车。这车档
这车展每年都有吗？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是Toyota举办的哈，在这个高雄这里。BEV OK， 这个是全电的车 ，EV car， 所以正在充电。好，我开给大家看一看里面。你看它现在的开门哦，它也是用按的，就好像新款的 RX、NX 也是一样，它只是按这个，按一按它就开门了。这里不是东京，这里是日本的四国高松。哦，里面可以看得到，它是全电的一台全电车。我个人觉得啦，哈，我个人觉得现在的电车其实也可以做到很漂亮、很豪华。好像去年我有在日本这里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个阿利亚，啊，其实我觉得蛮接近的，它里面的那种内装设计。阿杰多 ，OK， 来，再给大家看它的 line up 啦，哈、哦、，IS 三百 Hybrid。RS 三百 Hybrid，ES 三百 Hybrid， 你看日本这里，他们都是比较喜欢 Hybrid 车，可是马来西亚就比较喜欢纯电油。哦，你看他们所放在这里的展示，每一台车都是 Hybrid，LS 五百 Hybrid，RC 三百，这一台也是我个人挺喜欢的一台。两门小跑车，去年我们有经过一台，还记得吗？一台黄色的，哦，也就是这一个款。这个是 hybrid 的版本，我们去年进的那个版本是电油的。还有 US 200H， 新款的 US 做了一些改变，我给大家看一看，哦，它里面的那个屏幕，它跟就是 facelift 的版本有一点区别。UX， 有人在看住哈，我们先给人家看了之后，它里面的屏幕有不一样的，看到吗？这个屏幕，以前的屏幕。它是比较侧进去的，现在是把它拉出来了，而且中间那个手控的中间也是有区别啊。这个是新款的 NX， 我们最近也有帮顾客从日本这里买了三台了，两台是 NX 三五零，一台是 NX 二五零。NX 三五零跟 NX 二五零的分别就是。250NS 的版本是 NA 引擎 ，OK。然后如果是 NS 三五零的话，它就是 2.4 Turbo， 也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那个新款的 Wellfire 的引擎来的，哦。这个是 IS，ES。有 TRD 的版，有 TRD 的。F Sport Part TRD F Sport Part。LS 六百。LS 六百。超过百万的豪华 SUV， 这一个也是我很喜欢。
新款的 RX。整个车头有没有觉得很像那个 LM， 新款的 LM 的车头也是改造这样子。哦，有钱也很难买啊，要多一等一年不行了。对啊， Alfa Romeo 500也是嘛， Alfa Romeo 500也真的要等嘛。而且我跟你们说，如果就算你们给你看到在 auction 号有的话哦，也会被抢到很高，被炒到很高。因为什么？其实在日本 Toyota 这里他们也有 set 了一个rules 了，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日本的迪勒他可以拿到100台车的，就是那个量，他们的 quota 给你们是100台车的，但是如果给了100台车你以后我看到你们的车上了去 auction house 那里去 bidding 的话哦，然后你明年的 quota 就会砍一半，比如说你有50辆拿去 auction house 那里炒那里卖的话，他就会砍你50辆咯。哦，所以这个也是多尔大接下来他们所刺下来的的亏的什么样，怎么样讲啊，的 lose OK 好了，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了哈。OK 应该都差不多了，我们跑回去再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一次哈，Alfa Romeo新款，然后我就要下播了。OK， 在哪里展览？在这个日本卡加瓦的一个地方，达伽马兹这里，哈、哦，就是日本的高松。OK， 来，我再给大家进去看多一次，全新款的 Alfa Romeo。OK。就是这一个地方了，香川省7号、8号、9号，再给大家看多一次，然后就下播了哈。OK， 新款的 Alpha。新款的 Alpha Jack 的版本啊，你看这一台它有 Head Display， 为什么？因为加了这个 Option 了。 OK， 这个不是标配哦。 OK， 你看这一台它就没有这一个 Head Display， 因为它没有加，所以是 Option 了的。 OK， 还有很多东西也是 Option 了啊，脚踏板 side step， 老板开小灯看后尾的，来坐给你。哎呀，后面有人，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前面的车头灯。开了小灯。
ぜひどうぞゆっくりコメントをお越しください。 OK 開了小灯的车尾灯，哇，整个串光色这样漂亮，没有，再过两年马来西亚整条街都是，再多两年应该不可以啊，再多三年，我觉得应该再多三年，马来西亚整条街都是。傻，我们是要开 signal 哈，是要开 signal 看。十九寸225/55。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好看，这个灯哈，
这个车轮就会比较小，这是18寸，刚才那个就19寸，19寸55，这个就18寸60。车尾灯啊，这里有车尾灯，这台开了车尾灯。对对对，我也有同感，其实Alfa的灯也不错。我等下把这个盖下来之后，再给大家看一看那车尾灯。OK， 我们去隔壁开灯。其实我觉得晚上这个灯也好看，Alfa的尾灯好看。OK， 好了，我要下播了。好 ，OK， 谢谢线上所有朋友，谢谢线上所有每一位朋友，好、哦，谢谢你们。OK， 我尽量看下这个星期我在日本这里啊、有没有可能接得到一台 Alfa。我觉得 Alfa 还有机会，如果是 Wildfire 的话，就真的有一点难，因为现在showroom是没有车。哦，我尽量跟朵罗大的showroom借一台 Alfa， 然后再开直播，和大家再详细的一点去告诉大家关于新款的 Alfa 所有的 information， 它的配置、它的价格、所有东西，好不好 ？OK， 那么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哦，谢谢你们，谢谢线上400多位朋友，刚才去到700多位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 support 哦 ，OK， 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拜，我会不定时的在日本这里开播哈、哦，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 ，OK，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